大家没有要看专业，我很尴尬，看你而已啊。像你这个角度啊，什么意思？香啦！哦，跟你讲这个水的，走开。大家好，100块，很可怜。有墨西哥的风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我是山中啊。Too early. Maybe five o'clock. 真的很不好意思哎，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至少把外套脱掉。哦，对对对对对对，哎，诚意要拿出来，诚意。先道歉。很色情啊！而且你看那个 compound 好大啊！来 ，H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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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超级美，超级美，超级美，哎，你爱上我，Se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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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了完了，你要被拿去当美女了，真的。我是妹妹，你们以后可能会很常看到我，因为我将会出现在之后的企划里面啦。最近呢，我在想脚本的时候，看了 YouTube 好多的那个点阅好高啊，有那种做瑜伽、煮菜，还有那个弹钢琴。今天呢，我决定来给阿菜一个大挑战，相信大家也很想要看阿菜做瑜伽吧。请问你在干嘛？等一下我们要拍什么？我们就要做那个网络上很红的那种瑜伽影片啊。是你看过的那种啊？你是说低角度那种？不是啊，我们今天不是要拍飞机上来的时候第二集，所以跟天女见面，她说干就是有那个意大利人在头等舱面翻来滚去啊。我想说她这么精彩不讲吗？啊，我们今天是怎样？啊，就是要做瑜伽，反正你今天穿这身打扮很适合啊。就是出去出游哎、欸。我有看过很多的这种做瑜伽的影片，他们都不是穿着什么瑜伽服什么之类的，他们都这样子穿。我还有看过穿礼服的。你口味很重咸哎、欸。好啦，要做什么啦？很烦哎、欸。啊，就直接这边啊，都帮你铺好了有没有？你说我直接来这边做？你说那种8分钟瑜伽是不是？对，8分钟舒服的。欸，你不觉得现在我很尴尬吗？我没有做过什么。你就照你平常做就好。可是我不专业啊。大家没有要看专业，我很尴尬。看你而已啊，像你这个角度啊。什么意思？香啦。好啊，那我就带大家做几个我平常放松时候会做的好了。那你可以借过吗？你借过一下，我要做瑜伽了。你不要在这边吵。Go go go。接过，首先要做这个端腹运动，这样子，然后往下压。哦，有成就的屁股，有成就的屁股。
啊，不然我们就拍四个。妈来，预备！那我们射标枪，准备啦，哦，跟你讲这个水的，走开！来一个收操，哈，舒服。收操是不是？嗯，终于要收操是不是？啊，收操。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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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收操。OK， 各位同学们，今天这支呢，我不知道在拍什么毫无意义的影片。各位 ，Namaste。请问今天这支影片到底重点在哪里？舒服？眼睛舒服？眼睛舒服？嗯，舒服。关你屁事啊！关你屁事呀！关你屁事啊！还敢歪头呀？哼！我不。误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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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你也要做瑜伽吗？你也要做吗？你也要做吗？你也做吗？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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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早就被叫来，然后我就跟这两个人坐在这边。请问今天是要干什么？我知道要干嘛。我想了一个计划，叫做这周怎么活。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出什么空间影片吗？因为我除了游戏那边很忙以外呢，就是他们一天到晚在给我想一些奇怪的计划，好吧？逆来顺受，餐费只有300块可以花。我好像可以耶，可我一天只吃一餐，哪有可能让你这么好过？你每一天都不能睡自己家。有没有现场男性可以每一天都要只能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那可以不穿衣服吗？不穿衣服是算的吗？算肉色。但我们怎么拍？我到底抽到什么呢？噔噔，一周300餐费，完了。我好像可以耶，帮我一天只吃一餐。这礼拜的任务是阿菜。要挑战一个礼拜只有300块的餐费，我们只给你300块，我就给你300，你怎么用？你想让它变多，我也不管。所以，意思说我可以其实拿它去跟人家挂掉。来啦，那
个怎样，然后蹦，然后直接变600。如果你有本事，OK 的。然后600，蹦，1200，吃大餐。那大家到底是在干嘛工作的、啊？300可以变600，变1200，我还工作、啊？你可以吗？我可以变，我就不工作了，我还专门给你们拍影片。我觉得公司请了你们两个就是两个字啊，大众计。你可以给我什么意见吗？今天不是抽到我，就是两个字，太舒服。真的三个字，找我吗？哦，他妈最喜欢买东西给我吃，然后我再叫你去帮我拿。哦，哦，有料哎。这不是我吧？这次在告诉你说你好菜、啊。7月4号的1点半，5天就好了，8号好不好？我们到7月8号，好不好？傻妈 call 来，谢喽。先来打个电话，应该要先找谁好啊？打给妮妮啊。打给妮妮。哎，对耶，阿妈在台北耶，啊，叫阿妈煮饭呐、啊。Hello，Hello 你。我跟你说，我现在在拍影片，然后呢，我跟你说，我抽中一个1周计划，就是1周餐费只能300块。OK 啊，那来我家吃。这么好，阿妈在吗？对啊，对啊。阿妈刚也当猪本猴啊架。哎，是啊。那我早一天去你家吃饭，叫阿妈爱传卡切超哎。没问题。OK， 搞定， okay. 拜拜。哎，你直接这样子过一餐呢，而且可以带便当。还可以带便当？哎，不错吧？把我的计谋讲出来了。好歹也做一个便当吧。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开心，因为很多人会想要请我吃饭吧。哎呦哎呦哎呦！不信我再打一个。不要不要不要再打了！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就变成谁来请我吃，然后300块完全没有动到。我这把这300块，妈的，直接变600块，变1200块。到时候那边一叠钱回来，那可以教我吗？我也想。我告诉你怎么玩，OK？ 好。好啦，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啦，很期待。还没有到这边，还没有到这边，还没经过。不知道这个玉饭团有没有在打折，还是现在有什么东西打折？其实我都没有看过一次价钱，怎么会这样子？你买 seven 东西会看价钱吗？不太看。对啊，就是你要喝豆浆，你就买豆浆啊，对啊。买2盒，20块。哎，货出去了啊！买一个玉饭。300块减50元，剩250了，还有4天要活，还有4天，忍痛。因为第一天嘛，难免我没有准备，明天开始就给你们看好看的。好，我们就等着看好看的。今天是7月5号，2:20。那我刚刚在播的时候呢，我就跟观众赌博，然后呢？就赌这50块 ，OK？ 来，试试！小姐驾到，统统给我闪开！我再赌一个，用50跟你赌。我先选，我选史诗。名门后裔，寒门小。哦，赌书社会摇哦。啊，好好好好好好。奥特曼，社会摇，打怪兽打怪兽。我是送杰西卡，不是送你。那就可以换50回来了、啊，应该是对吧？我希望猛将看到这一段不要吐血。嘿，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干飘摇。啊，我选传说，神将风云录，开个传说给我。嘿，哇，回来了，首先啊，我要感谢这个我的观众啊，赢了300块回来，说我现在500块。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家楼下。然后我们要去找人，看看我能用什么方式拿到一餐，这样我就可以再省一餐的钱了。出发，我们大楼里面就有餐厅，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大楼餐厅最便宜的东西多少。Hello， 你好，我现在在做这个一个礼拜只用300块吃饭大挑战，我可以就是教你们一句英文，然后赚取。就是一点点金钱的费用吗？从你们的口袋自己拿出来。我可以。真的吗？可以。10块也可以，10块我可是可以吃一个茶叶蛋。你们知道我很饿的英文怎么讲
I am hungry. 我现在给你们进阶版，我们直接说 I'm starving， 浮夸起来，每次饿一点就说自己要饿死了，这样知道吗？我在讲什么？太多了吧？哈尼会很饿哎、欸。哈尼人很好哎、欸。可是她有男朋友，是不是很正？没有男朋友，我前方是你分手了吗？我分手了，可以问一下分手原因吗？我是被不要的。你是被不要的？感觉吃完好像又饱了。啊，谁说300块很可怜？没有，不一定很可怜啊，你也可以吃很好啊。对啊，可是那是我的自己一开始的想象，说完了可能要很拮据这样子，然后我半夜3点睡不着，我还录下来。就我做这个挑战，发现自己身上一周如果只有300块的话，人整个会有点焦虑，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怎么办呢？好，今天是礼拜三12:35，请开，不要吓到我，跟你们说啦，这300是原本的300块。哦，等一下，那这100是哪里来的？我生出来的，我会去教学英文，然后你去打工哦。嗯，我开台的时候拔掉，所以我们经过了2天，变成470块。为什么给你300，你可以吃这么好？好，我们现在呢吃了一半的牛肉面，但是我已经很饱了。就是面量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吃完，就把它留在晚上吃。那我们决定要帮你多增加一些条件，不然的话你太轻松了。你们是就想要我痛苦？不是，我们想要看你挑战。你可以去求助，但是你只能求助陌生人。我们之前第一天拍的时候，我已经求助你，你跟他骂了，那个应该好，就这一条可以通融。对，然后第二条增加的规定是，不可以再增加你的费用了，你就只剩下这470块可以用。我绰绰有余，煮饭煮起来，小厨娘。OK， 我们现在微波好，微波好刚刚中午吃一半的牛肉面，现在要把它吃完当晚餐喽。哈，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第4天。第四天，走投无路了。今天走投无路了，只好来阿妈家。今天是7月7号12:09，看一下。带便当回去了。哇哇，我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吗？认识那么久第一次，开饭，好，开饭，开饭。下一个就是妮妮跟阿嬷，两个人600块，我买20块的米粉，啊加一挂菜，啊有盐盐啦、胡椒粉啦、辣辣的，按煎的就当做一餐啦、啊。吃个小松菜好了，这个155吗？老板，一个圆圈圈的鲑鱼多少钱？240。火腿，先放上去。那个，我们就撒一点上去，孜然，有墨西哥的风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啊，等等，蔬菜。蒜头加进去，我们大挑战就还剩下75块，总共，所以这样应该可以算大成功了吧？大成功！恭喜你完成了一周的挑战。这一周这样子300元餐费的挑战，对你来说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世界？价钱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太不上心了。吃方面，因为小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吃就是要吃得好。那这样子经过一次的挑战之后，你有没有期待下一次是什么样的挑战，而且是谁来挑战？我还是蛮想看到妮跟阿嬷双人组合。哦，那一天阿嬷是很有料哦，阿嬷很有料哦。对，这周怎么活的气话就到这边吗？我觉得是还算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没有人知道你脑袋会直接想到说把钱变多，你知道吗？对啊，差点就要开新公司了。我的天哪！我觉得下次我们再严格一点。
好，我们再严格一点，我们把你绑住。没错，拜拜，拜拜，拜拜。菜，干嘛？哎，阿姨怎么在拍？因为听说最近啊，那个日本解禁啊，我们是不是也该去日本玩了？啊，是你请客、哦？我们公司的先请客。重点是要拍什么？啊，我们就坐那个星宇航空，然后坐那个商务舱，已经工作这么久，也都没有真的休息。对啊，我跟猛将已经都排好了。可是你还知道我旅游的路线吗？你不用担心这些啊，轻松啊。没问题，所以什么时候去？明天。啊！哎呦，早安，早安，期待吗？不，你穿这样不会冷死？不会吧，还好，不错卡。我今天应该是可以就走啊 ，checking 啊。对，你先跟我们 checking， 我们先跟我们一起坐飞机，一起坐飞机，一起坐经济舱。为什么我是经济舱啊？我们就一起的、啊。我不是说一定要买商务舱吗？没有，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个 team 吗、啊、？OK 吧，我们 check in 啊，开心一点啊。可以，你们就是想骗我吧？不是，我们都排好了，真的绝对舒服的。我们把钱用在对的地方。好吧，机票这种我们就是反正就交通工具而已，坐一下舒服一下就到了。我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不属于你啊，今天不属于你啊。你们该不会要做什么很穷的游日本还是怎么样之类吧？没有，你不会啊，你真的要死？没有，我们是有庞大资金的。我们有庞大资金，然后钱拿出来啊，钱拿出来、啊，上去都上不去，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一个正向人。等一下上飞机就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至少可以走一个就是一起出去玩的 feel。可是我今天穿的漂亮吗？你今天穿的很适合坐经济舱，坐一起，有没有？我们。走吧，你们有钱换好了吗？有换好了啊！你不要一直看这个啦，这个跟你没关系。准备好了。我们要去哪里？要去 hotel 先吧。啊？没有。我们今天的行程啊，就是没行程。对啊，最自然最 chill， 没行程，零。可是总要订 hotel 或什么啊？可以吧？到处问都有得住啊，可以吧？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问路人哪里有饭店可以住。吃喝玩乐住，什么都这么住。没错啦。这个计划就叫。路人帮帮我，真的要？不是啊，可以吧？你这个什么路人帮帮我？出人出国专家哎，很容易小 case， 对啊，日本才难，因为这么近，我们的英文很难沟通，我要用日本的方式跟他们沟通，然后我怎么知道他们跟我说哪里？好不好？他跟我说你去那个住公园的，不一定，搞不好那公园有一个城堡啊，城堡溜滑梯啊，那个小孩子对撒娇，对啊，那是不是就有城堡了？Internet. Oh, I look internet and book cannot because our task is to ask people where to live. Hakata Station. Okay, I go Hakata Station and ask how to go. Just here. I take bus then. Okay, thank you. 哎、欸，我你们啦，什么什么，我们都在体验生活。你这一趟下来，你就会觉得哇，艰辛万苦过后的那个滋味是这么甜美。嗯。I need to go to Hakata Station. Next time is 3:40. What time is it now? Okay, wait. 3:40. Okay, wait. 哦，白 ticket. Okay. 哇，他好，人好好。对啊，他的笑容，我都心情好一点。很热哎，没有，因为你现在没有地方住，你觉得很燥热，并不是天气。都你们啦，你知道，譬如说你想吃什么，结果来了是另外一个东西，你心就会很糟糕。开心一点吗？卡丘尔宾呢？丘尔宾。然后都没有位置，然后。不是。OK 啦。这是市区吗？这应该是吧。你坐下这个吗？感觉是。再说。哎呦，前面排队很多人哦。Hotel and Spa， 我看到就觉得很厉害。五花八门 top。那你看那个 logo 哦。它还有 Spa。那个 logo 感觉就不简单哦。对啊，人家还有专车哎。那你一去。人家还有专车哎，不是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啊？我就是来这边当那个傻子，我还要在这边问哦。哎，还是这样啊，我们去住网咖啦。不会啊，反正先放，然后我们先找吃的，住的我们已经有方向，最差我们还是有网咖，好不好？好，啊，跑什么跑？
Locker. Locker. 走。一盖。Thank you. 拜拜。哎，他们还在看我们嘞。还是我们约他去吃饭。好，你问。哇，他又回来了，好可爱哦。哦，他带你去。一休。一休。很可爱。台湾。YouTuber。How old? 18. 18? You look like 14. How about me?21, true, very good,我在翻译吗？I just ate. Oh, you ate already. Food, no. 啊，他们吃过了。那 YouTube 呢？看那个视频。Good. 拜拜。A picture? Okay. Yay!拜拜。拜拜。喂，来。怎么突然来到一个大圣诞树？这边很大哎，我们现在要找吃的。你有没有什么策略？你想问吃寿司这件事？我会觉得，就你说真的找很厉害的。时间点是4点多，所以你要吃什么好像都怪怪的。OK， 没关系，问的。So we are from Taiwan. Yeah. And we do YouTube. We are looking for good food. Good food? Yeah. Ramen. Ramen? No sushi? Hakata is ramen. Ramen. Ramen City. Ramen City. Ramen City. Which ramen is your best choice? Shinshin ramen. No. Nadai ramen.Thank you very much. Bye bye. So, excuse me, we're from Taiwan. We want to eat. Yes. Okay, so we want to know where is the best food. What kind of food? Sushi, okay. Sushi. Donkatsu, okay. Ramen, okay. In this floor, 9 or 10 floor restaurant. Restaurant.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A little bit.Expensive. Okay. No problem. So here, okay, or outside? Here is very, very near. Outside needs to go far. Yes. Name is Yam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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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Bye bye. Yamanaka. 我觉得他爱山中啊。你怎么每个都喜欢？刚才两个妹妹也喜欢你。真的啦。Yamanaka. 好，我们。他说在9楼、10楼啊。我刚刚已经找到了。Yamanaka sushi. Oh. Too early? Maybe about 5 o'clock. 5 o'clock? 他很担心我哎。嗯。他怕没有开。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他说很害羞，说不用。好，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至少把外套脱掉。哦，对，诚意要拿出来，诚意。Cool. Oh, cool. 啊。Another restaurant here. But this is very famous in Fukuoka. Oh, very famous? Okay, I wait. You together? Together. I pay. Sorry. You really? Okay, together. I have an appointment, so I can't. Oh, thank you very much. Bye.他们怎么都会陪到最后，而且他是手到怀找我们吧？对，不是刚刚两个妹妹也是人很热心，然后这个对啊，可以吧？他说这个很 famous， 我等一下试试看哦。如果他不如一起会，不再相信这个男子。Thank you.
It's so tiring. I'm so tired. 点个餐也是极其的辛苦。哇！哇，这个是？那叫什么？金子。嗯，是甜食吗？不是。Itadakimasu。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刚那个叔叔推荐的店。吃会活力。哎呦。怎么样，叔叔推荐的？怎么可以？非常 OK， 完全很厉害的白子，完全一点腥味都没有。哇，我觉得台湾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白子的话。期待接下来。两个虾仁来吃这个有什么用？哇，有人真的看到这些食物都不累的哦。刚刚那边啊，好累好累。哇，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我靠！它会有一个饭的香跟那个在配那个火锅，你们一吃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怎么突然变美食频道、啊？不是来挑战的吗？你吃这么好，我有点觉得莫名其妙哎、欸。不是。哇，这表情又来了！刚刚门口还是想挑战人家。该道歉。先道歉。对不起。哦，你这样可以吃。哦，那颗真的很好吃耶！刚总共吃了47410，然后我觉得就吃完就心情比较好，就这段旅程还是有达到我的期待。对，你的想象。期待，对对对。我们就说不会带你来吃奇怪东西吧。这是我问出来的，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把这段旅程变成我自己的样子。我觉得不可能会住的，我还是我。去问那个弟弟说我可以去你家住吗？你看他跟我打挥手。对啊，跟他聊天呢。害羞哦。Hello。Hi。We are from Taiwan。哦，黑吗 ？YouTube。哦。We looking for somewhere to sleep. How old are you? I'm 16。十六。不是犯法。没有，要你住他们家。Oh, you know, you don't know.Do you know the best ramen here? Daruma. Ramen Kaido. Ramen Kaido. Hakata Eki. Good. Delicious. Delicious.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我觉得找不到。你真的觉得瓶颈了，是不是？很久了。好像而且要问很多人都是当地人哈。而且我跟他们说 hotel， 他们都有点很。也觉得我是桃色诱惑。其实我们啦，就来当地可能也不好问住。对啦，最惨。所以也是有个选项啦，我们可以去住胶囊旅馆。哎，这边是不是很色情啊？而且你看那个扛棒好大。哎，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个是有男生，然后有。这个应该是男生的啦。你看这边也有，你看。这样要想消费了吗？哇。Honey. Me? Ona? Okay, okay. Hada like that. Okay. Yes. Yes, yes. Oh, now many Taiwan people here? Kuru, kuru. Kuru. Okeksan de kuru. Oh. So, 等一下我们去的是会有小姐跟我们喝酒吗？嗯。她会跟我们玩吗？嗯。YouTube OK.YouTube OK OK OK， 就撮影 OK， 他说 OK，、欸、不行，走是拍到这个去了，你在干嘛？而且你现在完全有电呢、欸。我只是他跟我聊天，那我就问他干嘛、嗯，他就介绍我去、啊，那我们就要得去。嗯。OK， 写信 OK， 走 OK， 耶、OK ，哇，きれい，めっちゃきれい，めっちゃきれい，そう，めっちゃきれい，他已经爱上了。Sexy， 完了，你要被拿去当 menu 了，真的。会，可爱。OK， 我们现在呢，漂亮的小姐姐在我身边。My name is Lam。日本語でもいいよ。Lam です。Yuka です。Yuka。那想我坐在中间有没有很像妈妈桑？我现在要问他们几个问题。做这份工作多久了？ここは私は12月に入って。12月。12月からここに入って。1ヶ月だけ。1ヶ月。啊，所以他们会是喜欢喝酒的吗？好き、好きです。哈哈哈哈哈。
有碰到讨厌的客人吗？やっていうか、答えづらい質問とかあったりして、それこそなんか胸のサイズとか聞かれるとか、まあ、もう素直に答えますけど。喜欢怎么样客人？啊，優しい。優しい人。哦，ありがとう。OK。やだ。やだ。変態面。変態。変態。面変態。やだ。やだ。やだ。就是啊，ダメ。啊，ダメ。来，ダメ。Talking. Talking. Talking. Happy. Okay. Drinks. Okay. 那个，ちょっとは大丈夫。過激なのはダメ。嗯，那一点点可以啊，一点点可以，哈哈哈哈，可以 ，OK OK， Thank you， so now we drink， OK OK， ひなです。私27歳です。趣味お酒飲むことです。あ、ラーメン？はい。ラーメンになるのかな？豚そばなんですけど、すき家が美味しいです。OK， 我们刚刚已经花天酒地出来了，然后我跟他们小聊，其实他们都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然后可能八点，然后到晚上一点就收工。然后有些人可能做四天，有些人可能做五天，就跟他们聊天喝酒，他们都会很开心，好像也不错。因为看店家也蛮保护他们的。不过如果是喝酒有女生，像这种店，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他一个人是7000嘛，算比较便宜，然后一个人7000，但是因为会换小姐的关系，每个小姐来他们都会点酒，然后你就要请他们喝酒。所以我们最后结账是多少？四万多，所以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算成功吗？我们也有问很多人吧，算蛮意外之旅，意外收获，蛮好的。那希望呢，下次的旅行可以就是，所以你还可以接受我们两个带你去其他地方，还不错啊。系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必须住的地方，我要踩一下，踩硬一点，看下面有多少的留言或是赞啦。如果都很热烈的话，我就考虑下一次不知道去哪里。